大家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四黑旗。上一集我们跟踪方舟号，结果有一些人来干扰，就跟丢了。然后怕被认出来，我们不能直接再追上去，然后我就改去做暗杀任务。在回程的海上，我发现了护卫舰，现在决定要去跟他打架。其实，在没有拍给大家看的部分里面，我在海上就是看到红色的目标，我就把它打掉，所以我花很多的时间在打海战场里。哦，重炮发射了吗？再次 ，Yeah！ 哦，好强哦！太好了，我知道重炮怎么用了，直接转向旁边然后发射，超强的耶，一下就砸到两艘。这样护卫舰就一点都不可怕了。船长那一种真的蛮麻烦的。我发现一件事，就是在用回旋炮的时候可以瞄准火药桶或者是桅杆的根部，这样通常都会炸到超过一个以上的人。那我这样抢一张户外舰，还比那个仓库拿来的资源多。再来换这一艘。这样一套就三个。哎，我炸到自己的人了。好吧，最后一发我不要打了，我的人都上去了。现在四个人，我直接打。搞不好可以全部都是暗杀的。最后一个。再一个暗杀，我就这个人怎么回事？啊，反正成功了。学会重炮怎么用，就让我有点想挑战之前那个把我打死的猎船。暗杀契约逃兵，一名西班牙士兵在战争中专门凌虐无辜百姓。好，我要去杀了你。在哪呢？
我们来到了目标的岛屿。这一次的警戒区比起上一次这种，记得之前有来一个岛，然后卫兵超多的啊，不小心按到发炮。哦，横帆船17等，好吧，你开过来，我用重炮炸爆你。哦，撞我！电炮攻击力好弱。虽然我炸到你们的船只是意外，但是就算你们衰吧。诶，算了，怎么杀不到？我看我就在这边下船好了，再开来开去，等一下要撞到。没有卫兵，还没到啊。银蟹虎拿着，诶，我看到你了，我看到你了，你们要隐形，我已经找到你了，你还笑啊？不是说我找不到你，你还跑？跑什么？回来！原来没有其他人干扰。居然没有杀到！有什么好笑的？笑还笑，再笑啊！这个人有病吧？啊！好了，杀你了！哎，还继续笑，现在还能笑，还笑还笑，搞什么？但是我杀过最白痴的人。阿文，我想在这
这艘船的人大概觉得很莫名吧，他开一艘船开过来，然后感觉一副要进港的样子，然后你突然被撞，然后这船就爆了。帮他们设计一下对白，船长，有人把船朝我们这边开过来，他应该是要进港吧？没关系啦，我们被撞爆了。Will you sign on, lads? 看他的脸还一副怎么回事的样子。这里还有最后一个暗杀任务。奴隶生意，一名打算在西印度群岛一座小部落抢劫奴隶人获得奴隶贩子，将在安第列斯岛与其他奴隶贩子碰面，拦截他并阻止他的计划。就在这里而已啊。那边有一艘船欸。啊，我的寒鸦号怎么开走了？寒鸦号，寒鸦号，你要去哪里？寒鸦号，你为什么要跑走？而且没有看到人啊，我要暗杀的目标到底。奇怪。原来是因为这艘船要开进港，所以寒鸦号才开走。搞不好目标在船上，我把这两个人先解决掉。他过来了，而且没有发现我。这样就捡到三个。啊哦！让你自己被炸死。哦。看起来这个暗杀契约被发现也不会怎么样，在船上。好啊，我找到你了。船别开走啊！你怎么下船了？你怎么又上船了？骗人！好了，我开寒鸦号去追，不要再又射我了，我们快死掉了。
不是这里啦，目标都要跑走了。上去，上去。Captain's at the helm. Clues down, catch some wind. Trim the yards off the wind.这样还追得上吗？用迫击炮炸炸看，炸到哎、欸！没中，哎、欸，炸不到了。啊，那应该追得上吧？不转回来了，还是炸不到。哦、oh ，目标跑了没有啊？还在啊？目标哪里跑了？哇、轻松。那基本上好像只要炼弹撞击加重炮，敌人就快死了。What the fuck is that? 吹佛。What the fuck is that, huh? What the fuck is that, huh? 杀吹佛。我杀得掉吗？吹佛就是你了，一踩就死。啊！耶！我把吹佛杀掉了。其实我在 GTA 里面没有把吹佛杀掉，还蛮喜欢那吹佛。后来发现他其实人还蛮好的。所以刚刚那样还是算失败。啊，重来一次。我已经知道你会在上面了。Ready to fire, sir! Quran, 刚开始还是跟上一次一样，目标没有出现。诶？啊，船来了，船来了。那我就直接上船把你杀了吧。超多人欸。
看到目标。虽然我不知道他刚刚怎么从船上瞬移到岸上，又从岸上瞬移回船上。啊哦！哎，不是你，我在这。这一次不叫吹佛啦。换剑好了。这人太多了。哦。快结束了，快结束了。上面火枪真的很烦耶。不能连杀。等一下，我等一下上一轮火枪没杀掉。欸，这边不能上去。只能用爬的。算了，不理你们了。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精英鱼叉的宝藏，这一看就知道是在左边那个小小的椰子树岛上面。顺便也来把我的船做一点升级好了。它整个上半部好像都攻略的差不多了，接下来我去做主线任务好了，看方舟号能不能拿到手。我现在的侧面圆弹已经可以发射19门，然后
基本上我没有对手了。啊，没中。搞什么？大概都是这样，然后这样就解决了。所以我就一到三个叉，我想要引出上次那一艘我打不赢的猎船，在这集的最后跟他决斗。来了，应该是吧，38等护卫舰，今天一定要把你打爆。这艘船等一下留着补血好了，如果需要的话。哦，还是好痛。哦，如果我开得够快，他似乎不太容易炸到我，还是刚好角度的关系。旁边有好多干扰，撞你。算了，重炮，角度不太对，让侧面打伤害比较高。啊呜！你也丢我重炮！不不不，我快死了！跟你拼了！要是他发射，我就输了。别发射，别发射！耶、yeah! ！15个船员，2个哨兵，那2个拿枪的，感觉应该要先解决。炸了8个人，还算不错。另外一个得下去打。啊！我爬错枝了。你把跳进海底啦、啊！真的觉得有时候刚翻出去，我真的觉得有时候那个爱的话，可能我也很不受控。你那么多人在附近，我爬很容易被打下来。诶，上不去，这里也不行，可以了。剩下三个，看你，这艘护卫舰是我的了。我的船员们也帮我杀了一个人，剩下两个。啊呜！啊呜！啊呜！搞什么？哎，我快死了！不要！不，好吧，这期 episode 先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